改日再开，不是两个多小时呢，就干的没了。没有起诉状，起诉书，然后问他，问完了以后，然后执政嘛，检察院，挨个证据，一共有20多个证据。哎呦，指证他，一二三呢，他说一遍，周丽说一遍，然后律师再说一遍，说的观点。 当庭释放，对不对？哎，结果呢？周丽都曾经帮助过我们，你都听见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把这个写上，这个是北京话，上边这个。你说检方在审查院，他听见检方这个起诉的，我是访民，检方，我不知道，我是周丽的朋友，检察院证都勾着呢。我觉着就是说，按我在刚才在庭上说的这个，就是说周丽这个他们检方指定的这个证据，检察院，你让法庭都帮指定的这个证据，这个周丽这个罪证，一条都不成立，都应该当成释放，让人家模仿还原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刚才他指证的那些东西呢，就是没有罪，等着人家辩护律师再指证无罪的时候，他们就休庭了。哎，休庭了啊，休庭了，就不让开了，
别的就是中立就可以了，中立应该当庭释放，让人家母子团圆。有对，但是孙东东对，完了就是律师让孙东东出来作证，完了他的量化就可以了。孙东东有对，你让出庭他就出庭。他挑起的事端，孙东东不敢进，不敢见人，是鬼。哎，周这行业保民好，现在就是他就在那，我感觉他这个法庭远一点的。哎，对，对，我们就称入周这行业，入保民行业，入保民平安。他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。山东烟台就把上访人都送精神病院了啊！这个曾国豹，这事实啊！他们这些政府行为、公安行为、司法行为，就是罪恶滔天，罪该万死。把所有的上访人接回去送精神病院，他们啊，这些不但精神病院，这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、汉奸、黑手、叛徒啊！这不饶他们，不饶他们，永远不饶他们。